都在聊什么呢？ 寻常家宴，不必如此拘束。娘娘，你怎么做事儿？陛下，此事您这是？臣请您代请长辈之职，向程四娘子提亲。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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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，好，好，好，朕还以为这件事啊要拖许久呢。如此说来，那就是今天定下来啊，抓紧，来来来。来